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小白羊。喂，今天我是专业的摄影师，他是 Tony。然后看我们今天一台、两台、三台这样多相机。然后我们今天蓝牙里面还有这个阿翔，很久没有拍影片了。你头下了，我不会讲话，哦、你不会讲话 ，OK OK。还有臭小子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来 support Ruby 创爱世界，去打那个什么 YouTube 篮球赛。看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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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想 support 会抛话吗？其实是来看美女的。其实是来看美女的。对对对，然后今天有很多 YouTuber 都来啊，有 Jolin 啊，然后达达、Tomato 啊、大神啊，还有那个 Joey 啊、Joey 啊，这边也啊，还有一个最出名的、最出名的小白羊，对，他那个小白羊有来哦，今天我直接要找他拍照。对对对 ，Yuki 也是有来啊，所以等一下就帮你加油打气啊，加油。我今天目标是进两分，进两分啊！这样你一定让我的观众失望哦。他的实力有可能可以进两分吗？我觉得大概上篮都不一定那种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们来看篮球场的地方是在什么环中？然后是七点才开始，现在才五点多吧。我们来一边走一下先咯。有必要跟我们讲七点咯？六点早来也是有好处的。对对对。那你们看那边很多哦。七点才开始，我们五点多就到这个了。对，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很比较美的位置啊。对，拍摄的话就大概早一点到，看有没有美女可以看这样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才重点。有人讲吗？有人旁边吗？讲那东西不会给人家听到，偷偷讲就好。然后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来欣赏观众啊。你们看这边有一组这个什么东东？这就是。伟俊的臭小子的祖先，确定啦，这可以播吗？到了，这个篮球场我给你们看一下。等一下，那一群 YouTuber 就会在那个篮球场比赛啊。我们现在先去找位置先。给你们看啊，来看篮球场哦。就要带平时没有带的东西，就是这个神器啊，看没神器，来来来，看不清楚啊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这样你看，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清楚。要开始了，那篮球赛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今天到底是由谁来？全部是 JB 的 YouTuber， 他们都到齐了啊，不 JB 的 YouTuber 跟网红啊。哪一组赢？我没多少分了啊！我没多少分了，你组没多少组啊？红队有没？红队赢。不可以，我要选红队。叫我也组红队赢。红队就是多没多游击大神头阵那一组是吧？差不多啊，对。我们来看到最后哪一组赢啊？
输蓝队三分，哎，没有哎，你们红队比较实力派哎，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后来就放水嘛，哦、因为女生嘛，哦，我们现在就回来了，所以输了请客，哦，你吃饭我讲过了，真的，今天应该是我见过最多 YouTuber 的一天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吃东西了，因为我们今天都还没有吃，晚餐都还没有吃，然后就来看游击打球了，啊。按照订阅分享，也不要忘记订阅臭小子小飞呀、啊。啊，所以今天这个 YouTube 的篮球比赛差不多就到这边啦。然后这集影片我也没有什么讲话，因为这集影片主要不是看我讲话，这集影片主要是看 YouTube 打篮球。对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和分享，还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他们全部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你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来开电旁边的小铃铛，还有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